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来逛浅草。早餐呢，推荐大家来吃这一家 February Cafe， 它的吐司是一绝哦。 是我点的 Morning Concept， 然后它就是一个奶油的烤吐司，然后还有一杯热的拿铁。我们吃完早餐喽，到浅草去逛逛吧。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浅草寺，浅草寺是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庙。 周遭的区域啊，有贩卖不少日系的土产以及非常多日本传统料理店哦。附近的羽田川呢，还可以看到绝佳的风景，而且还有晴空塔哦。 我们逛完浅草了，我现在来到上野啦，准备去吃中餐喽。我们来吃这家铜板美食 Crown Eggs。 我们来看这上面的价位，450到550左右，真的太便宜了。炸鸡咖喱500元，开动喽！ 500元也是有好滋味的哦。耶！吃口炸鸡，哦，扎实又饱满，爽。它这家的咖喱蛮特别，是在日式咖喱中啊，它算是比较辣的，所以非常刺激食欲。另外，我们也推荐一家茶泡饭的专卖店——上野樱木菜的花。 这个茶泡饭啊，吃起来非常的香，因为它那个茶综合着它那个高汤的味道，带有茶的清香，然后可以吃到一点它那个炸的米，然后还有配上这个鱼肉，整个虽然清淡，可是味道非常的足够。 上野恩赐公园，它占地约53万平方公尺，然后还是日本第一座公园，于西元的1876年正式开园。另外呢，这个公园里面啊，有蛮多的博物馆，像是呢国立的西洋美术馆、东京国立博物馆，还有国立科学的博物馆。 上野这一区啊，除了上野恩赐公园以外，它的阿美横丁里面有很多杂货跟小吃。当然，也别忘了阿美横丁里面有很多密集的药妆店。那另外呢，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多清屋还有二木果子逛逛。 那我们逛完上野了，那建议大家从上野可以直接走到秋叶原，那只要20分钟就到喽。这边就是宅男的天堂秋叶原喽。在秋叶原旧万世桥的 March 这边啊，有一个可以看到电车经过的咖啡，如果你是有带小朋友的家庭，很适合在这边休息一下。
雀园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宅文化，它这边动漫相关商品非常的发达，不要错过它的蛋糕。哇，超爆多的公仔任你挑啊！后面就不用多说了，就是 Big Camera 最大的电器行。小巷子里面也有 CP 值很高的便宜电器哦。那秋园逛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到银座就继续逛啦。银座这边有很多的国际精品之外呢，也有很多高评分的餐厅。银座，我们要推荐这一家阿空梅啊，他用土锅煮的饭啊，真的是东角吃过最好吃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他外面的商店又卖一些很生鲜的食材。我们今天要点的是这个阿空梅啊的饭的套餐，然后呢，他这边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主餐可以选择。揭晓一下我们今天一个超级特别的土锅的拌饭，这个是白饭哦，然后它刚搅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的香 Q， 这个是加了香菇，然后另外还有鱼肉的拌饭，这是我今天点的主菜，然后它是猪肉的丸子加上酸的酱，因为它这个饭本身就是一道料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试吃一下饭的口味。哇，好香哦！哇哇，这个饭，这个饭，哇！这个白饭啊，是我来日本两年吃到最好吃的白饭。第一个，它吃起来非常的松软，然后仿佛可以吃到它的那个，就是整个米啊，还有那个水质非常的透彻，所以吃起来有一点点就是甜，而且还有回甘的那个后劲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接下来吃这个加了醋的酱的猪肉丸子，好酸哦。刚刚有牛丸这个，哦。它这个猪肉丸啊，非常特别，是它外皮是有炸过的，所以外表是酥脆，但是你把它咬开之后啊，里面的猪肉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呢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腥味哦。我觉得这家店啊，完全体现了就是日本料理某一个精神，就是真的是保持食材的100%的原味，然后只用最少的调味去点出它的精华。带大家来到 Tokyo Plaza 的顶楼，看一下银座的夜景。那我们吃饱饭，然后第二天结束，回新宿休息，明天见啦。